迄都蛮很肥啊。食饭哦，无分头家甲员工啦。是你家己无爱坐哦，莫到时阵老公不准你坐哦。无紧啦，咱手机也垃圾啦。等下我等我厝诶换就好啊，住近近啦，后壁尔。你敢若逐摆来撞着我，都无好代志哦。这点我有同意啦。较气哦，出伫头家头壳顶哦，迄无紧，啊无对人客哦，就莫安尼哦。保证不会。要来载我啊！没关系，我自己可以坐公车，又不是小孩子了。那你帮我跟青阳说，祝他入伍愉快。拜拜。青华，帮我顺便载你回去啊。哦，唔免啦，我家己坐公车。坐公车我等真久嘞，我的好人坐到底，坐上能回去啊。副身很像，他是一个电影明星啊，专门拍武打片的，很帅哦。没有董事长帅啦。啊，等一下，我真少在看，所以遐明星啊看不白啦。啊，不过最近哦，我看一本册，感觉真好，叫做《汪洋中的一条船》。可能是因为自细汉，我生活在较艰苦的环境内底。所以对这种奋斗的故事，特别有感觉。安尼哦，我是甲配偶伊的太太有计较。这个中兴大学毕业的查某囡仔，应该会用咧过更较好的日子。也毋过，伊甘愿嫁予郑丰时，甘愿嫁入一个无健全的世界。忍受过去，毋捌忍受的眼光佮怀疑，我认为这需要佫较大的勇气。那谢谢董事长喽，开车小心一点哈，小心哦。听讲啊，莫佫叫我讲啊，我一讲哦，就落落长，啥拢挡袂住。我的意思是讲，你住地要甲我讲啊，啊无，我想要来送你回去。清华，吓我一跳！你不是去帮青阳践行吗？哎呦，心里还挂记着你啊，所以啊，特地过来这边看你。哎，还切了你最喜欢吃的豆干，这次没有加辣哦。谢谢。你酒气好浓哦！刚刚那个送你回来是谁呀？男的，我有看到。你别想太多，他是我们董事长。董事长，那个家伙不是很讨厌吗？你干嘛让他送啊？他又不是只有送我，只不过我是最后一个下车。这个老家伙啊，是不是除了……骄傲之外，还有好色的毛病啊！我不想回答这种无聊的问题，很晚了，你赶快回去休息吧，拜拜。清华，哎，哎呦，臭！
臭死了，一身酒味，明天再通电话了。新华，新华，新华，新华。真要我说，我又说不上来。反正就是觉得事情有哪边不对。哎，你知道吗？友平为了接送我，他整个寒假什么事情都不做。哎，他居然还有本事，为了明天要带我去的地方，今天先骑着车去看一遍。这不就是体贴吗？也是他生活的中心啊。我才不想当他的中心嘞。男人应该要有自己的世界，要为自己的理想去冲啊。生活里怎么可以只有爱情啊？我只能说，你不是太不知足，就是。就是什么？不够喜欢他。上班拢关系哈，真好啊。哎，现在事情太多了，看到你哦，都没时间跟你讲话。迄天我听人讲你甲明生，哦，那是误会啦，是我唔对，我太冲了。幸好董事长没有追究，已经没事了。嗯，他怎么会跟你追究？要讲起来的话哦。明善的个性其实跟你很像，像，嗯，他是非观念很重，喜欢替人家打抱不平，昨天才去跟人家大吵一架。哦，是的，是的，就无用的吼。先甲包一下，好不好？是安怎？这个人客游览车连要走，我想讲先甲包一下啦。嗯，啊，倒一个人客不是坐游览车来的，爱等啦，排队啦。因拢在讲吼，你对董事长有气度。哇！感谢我送你回去。哦，唔免啦，我朋友会来载我。这么晚，还是我陪你等好。不要紧啦，我袂惊。你唔惊，我会惊。每一个员工在还没离开公司之前，都是我责任。小华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们董事长。你好，我叫郭明贤。小华，我们走了。讲个，你不用一寡时间了，好不？我先走。新华，友平，你真的很没风度哎。我是第一十米四九号飞机，一坐船哦，这一座客车哟，有哪个在？有哪个在？大龙这样无用，你哪里在休困？啊，都拢日本人客，我的英文无啥物路用。遮尔无用时阵哦，用笔的总比你遮魔鬼较好啊。其实我今日人无啥爽快，小可咧发烧。人若无爽快哦，就请假转去。啊，不过我你就是讲你真久难，一看都无啥物精神啦，硬要徛伫遮，就等于是魔鬼。上班也有上班的款，咪就是讲，伫建台出无几工，就当马马虎虎哦。哎，你这个人，你不是认为讲我真好处理员工的问题？咪就是讲，你甲别人无同款。等你拄好，我有代志要办，顺顺山就转去。汽油瓶，昨无甲伊放伫个间内。
你起来无？银行这边休困啊，我无时间甲你签咯。你家己保重啊。